这个 Sigma 是族群的 Parameter， 那族群的 Parameter 你怎么可能已知呢？这件事情我们说我们这个礼拜要来把它解决掉，就是好，那么现在要解决的是怎么样，你 Sigma 假若是不知道的时候，我们手头上可以出来的我们的样本可以得到的是什么样的东西可以来代表这个 Sigma 呢？S， 好，我们可以有的是用 S 要来代替这个 Sigma， 对不对？所以呢，假如我们把这样子的一个式子叫做 Z 的时候，这边的 Sigma 改成为用 S 来代替的时候，它就会变成怎么样呢？好，我们把这个式子写一下，就变成什么？Y bar 减掉 μ0 除以根号 n 分之什么 s， 那这个时候呢，它就是从 z 变成了 t， 就这么简单而已，了解吗？也就是说呢，你族群的这个 sigma 在这边叫做，假如用这样的一个式子叫 z。的 distribution， 那把这个 sigma 呢改换成为 S 的时候，它就变成了 T distribution， 啊，它用 T distribution 来做的测验，我们就叫做 T test， 了解吗？好，所以其实是延续我们上个礼拜讲的，而且观念也很清楚。那上个礼拜已经讲了说，它的 test 就七个步骤，所以这个礼拜其实。把这个 Z 变成 T 了以后，那七个步骤就这样子延续下来，所以它的做法这个非常的相像。那你上个礼拜学会了的话，这个礼拜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好，那所以呢，我再把这个 T distribution 的意义再跟大家讲一下。什么叫做 T